已经讲了很多遍，但是还是很多女生不知道背面的蝴蝶结应该怎么打。我今天哦，就是现场教学，你帮我拿一下包好不好？其实很简单，买牛穿。把后面腰带扯平对齐，一上一下交叉，上面的腰带从下面穿上来，比划一个剪刀手，放在腰带下面，另一只手的食指从中间向上拉上来，下面的腰带对折，从中间的洞眼穿过去，从另一边慢慢的扯出来，一个整整齐齐的蝴蝶结就打好了。风衣就是什么？迎风而走。